Hey, big family. Hey, big family. Hey, big family. Hey, it'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So what's more difficult, touring 11 cities or getting a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Get a degree.中国做专职乐队非常难，基本我可能90%没有专职乐队，都是乐手在搞音乐，其实还要干很多别的事情来养活自己。在北京，不管是做音乐还是画画，都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儿，因为我们首先来说，我们是外地人，就是我们是离开我们的城市然后来到这里。我的所有的创作，我还是那句话，我会依照我的信仰，就是我以音乐为出发点，我永远不会说我去想写什么所表达的音乐类型，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的音乐所表达给我的只是好听还有不好听，只有这两种。夏是沙漠当中的绿洲，是西部的江南水乡，差不多这样。很舒服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有古代的长城，有沙漠，然后也有那个大山什么的，黄河流过的地方。我觉得民族的东西，它很大的一部分是讲在唱我们的生命，就是离不开，就是生命跟生活，对，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工人阶级的这样一种装扮，也是因为我们倡导的生活状态方式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养活自己，去吃饭，去做你想做的事儿。我们共同疆域，这里每一个阵地，为了共同的利益。It's time for us to go back to be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cultures in the world that invented all of these things in ways that Western ideas hadn't even thought about.是一个男孩在打鼓，然后他打架子鼓，我看到他我非常眼红，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做这件事情。No， 或者是他几乎每天都是疯狂的，要标榜自己，我是摇滚，我几乎每天我都要疯狂，因为我摇滚。No， 这样我觉得。我这样是不行的，我这样试过，不行。就是我，就在中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所有的人都觉得摇滚乐是一个，就是所有人都是，只要是跟摇滚乐沾边的男孩女孩都是坏孩子，都是坏人。我不知道他们应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好的是在这个环境下你能遇到很多最真实的人，他也许就是最坏的，但他也是最善良的，当他真实的时候你才认为他是好的。比较原始的一些情绪的一些
释放吧，就你抛开一些很多需要技术性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从心里面直接是迸发出来的一些情绪。比较好的一点还是比较民主，就是我觉得我们喜欢，就是喜欢把每个人的特质给发挥出来，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特点。摇滚乐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很爽的感觉。像我们以前很喜欢那种重的那种啊，挥汗、嘶吼，然后对，我们喜欢那种。You are the first foreigner that we've had on our show, and I gotta ask, you're from Toronto. How come you came to Shanghai? Well, partly because China is the new land of opportunity. Shanghai's 风格就是流行啊，英伦啊。或者是爵士，因为上海的爵士是比较有底蕴的，类似的这种 fusion 啊这种东西，就是感觉跟上海这个氛围更符合一点。万老师他其实以前是大学的数学老师，绝对是绝对牛逼的人物。然后他为了摇滚乐，为了能和我们一块做乐队的话，他。很果断的就放弃了这份工作，放弃了他所有的福利啊。可是妈妈，我只想要你给我拥抱，忘了那些没完没了寂寞的烦恼。就是说，我也渴望有一个家，因为我飘了太长时间了，像一个孤独的孩子，一直在飘着，一直在行走，一直。去看了很多风景，但是回来我觉得还是要安定。我想表达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我们生活在山里，大山就是很美的地方，很多梯田啊，还有很多劳动人民，我们就很想表达一种大自然的那种感觉。今年大概演了有，马上50场演出，对你的锻炼，就是好过于排练，因为在演出更能让你的音乐有一个历练，有一个沉淀。说英雄主义，然后这样的东西，还有一些历史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这种风格也是到我们自己身上也是这样的。中国的民族音乐都是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我们汉人没有什么音乐，我们是精神上已经断了。I don't know how that changes the longer we live here, but it's got this feeling, especially in Beijing, just total freedom.对，有种谈恋爱的感觉。
其实对，就玩乐队就是谈恋爱，一回事儿。就是其实我们现场看到的，就是可能好多人不太了解这种音乐，但是他们在演出现场也会喜欢参与到当中来，他们会觉得好喜欢。我感觉陕西的那些方言还有一些戏曲，特别的好，因为我觉得这些作品我用陕西话演绎我也比较顺，另外我能更能表达这些作品的魂。你咋和你妈是爱用钱，把你嫁给一个是老汉，又丑洋也是又耍钱，真爱丑也是。它还是一个娱乐行为，所以我觉得也不必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好像摇滚乐是多么高尚的一个东西，流行音乐就是比较俗一点。